法身菩萨就是登了地了，登了地了。登地的菩萨，他能够观察到心无住相，住呢，就是关照的时候，注于这个法执，注于法执。咱们都爱读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《金刚经》上的教授们，应无所住，这样来生我们的观念，生心就生的新的观念。那个含义说，你在这个六尘境界下，不要执着。色声香味触法，那这个呢就比那个深入了。说地上的菩萨，法执很坚固的，没登地之前，那三贤位，那声闻缘觉的二乘地，说这个对于法的执着呀，是牢不可破的。登了地的菩萨，就是现在我们所要讲的，他破除法执，所以他觉察到念住，念住就是心呐、啊，对于这个无蕴的色心二法，色心二法这么开阔来说，心法就非受想行识了。色就是色，一切境界。对于这个无蕴的色和心，虽然是他不执着为我了，他因为这个色心住法是决定有的。因为在《金刚经》说，知我说法入法欲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这法上应舍的时候，三贤位的菩萨，二乘的圣人，他是放不下的，这个是执着的，是执着的。登了地了，意识到了四除四间法，幻有的，幻有的就不是实有的，不是实有的。要能够这个不执着了，能够放下了，那就有圆融了。那现在我们呢，距离这个的，距离这一道关还早呢，还没达到呢，因为我们现在对于人我还没放下。但是我们能够理解到，依照佛的教导，一个大乘的经典，我们能知道，知道但是我们不正得，知道了没受用，没受用，没受用照样的执着。我们举个例子说啊，得有四十。我看我们作为道友，我们菩萨是吃人前戒的，第一个吃人前戒啊，第二个男众跟女众。说授受不亲吧，授受不亲，那要接生东西必须得把这东西放到这儿，放地上，完了再来拿，授受不亲的，这是依法哟，这是依法，这是对的了，对的了是对的执着，这叫执着。那么现在不说的教外了，不说佛教外不信佛，就是信佛的只有普舍寺，也普舍寺的师父们才这样做，其他你们看见过吗？
看你，对不对呢？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很对，但是要像我们讲这法身菩萨呀，这是绝对不对的了。说在什么位说什么话，我们一学到法身大师啊，圆融无奈啊，那不仅我仅仅举这么一件事儿了。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呢？就说这个执着上头，执着上头，我们是有选择的执着了，不是普遍的都执着，是有选择性的。怎么叫选择性的呢？是我们能做到的，我们还是要做；我们做不到的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例如说，我现在讲课啊，你们穿着这么厚的袜子，穿这么厚的衣服，偏袒右肩，没有一个是偏袒右肩的，包括说者、听者。咱们要现在偏袒右肩，把这冻的可能就是这个，就有暖气也不行啊，相信不？那这个就圆融不了了。说我们是特冷啊，西藏冷不冷？西藏拉萨还好一点，到后藏洗个子，到江孜，到昌都。但是进了听经讲堂，到了上殿的时候，必须得偏袒右肩，看见喇嘛披那个没有？偏袒右肩，是不是常这样子？不是的，有时候他们一进了那殿，冻得嗖嗖，他把一个大缸，大缸就是披风，把披风一披。包的留言还戴，看他戴那个帽子没有？哎，帽子一戴，尖尖帽把脑壳包得很紧。我说咋不偏袒右肩了？哎呦，冻得太厉害！我说冻得太厉害了，跟冻得不厉害了是一样的，平等的。这说这意思什么呀？这是比喻。有时现实的情况之下。啊，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，没有把法身大师的境界拿来我们去做呀，你会堕三途的，地狱恶鬼畜生道等着你呢，你去吧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，但是知道没入位，我们还放不下。现在你们诸位的大多数都是女众的多吧？说你肚众上，男性要着，哎，你跟我结婚去吧？能不能跟他结婚去？做不到。我往往有些学了佛法之后，把那个境界拿到现前来，现在对着他不愿意做的事儿，他就可以拿着圆融法身大师的境界来自己来承担。让他愿意做的事儿，他不要法身大师了，那就我行我素了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说学法呀，不要死于句下，不死于句下呢，不因为这句话这样说了，我就照着这样去做，办不到，因为你现在不是那个身份。现在咱们这个世界上，现在好多国家讲民主。美国最讲民主了，我在美国生活了过来来去去的十五六年了，是最不民主。他看你是黑人，是黄皮肤人，那绝对差得多，工资也不一样，那警察对着你也不一样。说白人他放过了，你是黄种人，黑人他不放过。他不是讲民主吗？民主是说的，不是做的。到做的时候，他就减灾了。这是现实生活当中的。我在北京坐汽车，我个亲戚。那北京，你汽车压到黄线，你马上得停下来，起码罚你最少最少100块钱。
我这车上有高级警官，警督，他就下去了，问那警察，哎，说我要到哪边去，往哪边走啊？哦，他给他去先敬个礼，我说你往那边走呢？采黄线的事儿啊，不问了。你说凭能吗？你要踩着黄线，汽车开始压着黄线，不行。这叫什么呢？哪一个国家？任何他只要是人，天理、国法、人情，咱们现在讲的礼法界，讲的礼，咱们这个礼呀、是佛说的。这里咱们有时候讲心吧，就是心理。咱们讲这个理呀、绝对是平等平等的，不管他黑颜色、白颜色、印什么皮肤，那多高级的。咱们这个法就是法，法什么法？觉悟的法。你没觉悟，就是没觉悟，冒充不行。什么的力量，什么的世界里都没有用。觉悟了就是觉悟了。说当你没有达到那个情况之下呀，就你没正德的时候啊，你不容拿来正德的圣人的来用到你的身上，不相应。咱们听常经常听人讲啊，敢对着自己的放逸的时候，他用的是大惩罚，看见别人的要干什么不如意，他用的是小惩罚，他用的是人天法。爹妈，讲情理、讲道理、讲真理，没有一个讲真理的，啊！听他看你跟人吵嘴闹架呀、说你这人不讲理，我听到都是不讲理，哪个讲理呀、你讲的什么理呀、符合你的意愿，符合你这帮人的意愿，合理了；不符合你们的，不合理。就像古来说，法不加尊。那国家定的法律啊，那高尚的人，那有权利的、有势力的人，法就没有了。咱们现在讲这个法可不是这样的法，咱这个法是真正平等平等。如果你没挣到这个位子，你想用这个法，你用不上的。为什么我说这么多话？目的上。我们当初最初听华严的时候，好多的同学的用着华严的道理来用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去，那是绝对错的，那是堕三途的。如果你能下到地狱里去，把地狱当成是斗帅托天，或者当成了第四天，你得有那个本事，就是你得通了，真正是通的。我这是打个招呼，说我们学了那个高深的法，不能用到善上现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。因为什么说这些话呢？我昨天回去考虑，我跟想把那个最了不容易理解的法，你在最浅处用，就是关心的方法，可别用到生活事上去啊，用到事法界你行不通的了，那要犯错误的了。而要你带你修观最深的法，你进入不到的时候，你从你日常生活当中去体会，就跟那法就圆融了。你想想，你本来具足的跟佛无二无别的，是这是对的，绝对对的。但是你想像佛那样自在，你办不到，绝对办不到。你生老病死苦来了时候，你就解脱不了了。说的是解脱法，行的是执着法，是这样子的了。说你要想它圆融，想圆融，等你正得时候。因为这个说法身大士的菩萨，他觉察到念住念无住相，念就是思维，就是你的观，
你关一下吧。游客说绝招，你绝招一下吧。绝招什么呢？就是带你能关的人。你要是法身大士，是能关的人，就是法身菩萨。当他证得真如法的时候，他是以真如为身，咱们是以色身五蕴为身，完全不一样的。法身大士他不执着你色身了，所以你把门锁不到，乃至二乘人都锁不到，那锁上他以神通力他出去了，因为他空了。但是二乘人在法上就不行了。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我说念念不舍地执着你这个肉体，念念不舍，因为你生老病死你没办法了，你病痛你没办法了，因为你念念执着他嘛，他痛到你心上去了，痛到心上去就忍受不住了。因为你执着色身了，你把你法身迷掉了。这个色身呢，一切苦的根本，人八苦交煎呐，生老病死嘛，那是都能体会得到的。奈别离呀、啊，怨憎会啊，五蕴之盛啊，求不得，这求不得包括的很深。你所求的你得不到，你就苦了。这样的来关照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执着色身，迷了法身，说一切苦你不能够脱离，怎么不脱离呢？心脱离不了。我们经常的在说的两句话，有觉，有知觉，觉到了痛苦，没有个痛苦能痛到你的知觉上去，叫有觉觉痛，无痛痛觉。如果你是觉变了，就是你觉悟那个觉变了，法身大士他变了，他是法身，那你在肉体的所受的一些苦，八苦交煎都没关系了。在这个时候你经常这样修观吧，修观吧，说我们跟诸佛菩萨所有差的不很大，就是这一点点，这一点点通不过呀，通过这一点点你就是菩萨了，就是佛了。因为他舍了这个假色身，舍了假色身，他证得真的法身，看着他的色身跟我的色身是一样的，都是肉体的，哎，但是不同了，这不同。他心是真心，身是法身，这就是悟得了他的本体了，就是咱们前头所说那个本觉，无始的本体。但是法身大士有分别的。十种，乃至二地到九地，初地跟十地不同的，跟初地十种不同的。那就是法身菩萨他觉道，觉察到念住，念住，念没有住相啊，就无住。咱们经常说《金刚经》说：“无住生心，无住生心所生的心呢，不住散生，不住生香味触法生，就不住六尘九界生心。心还有生吗？无生。这个住念呢，念也是无念，
五年。司法界的一正二报、生死涅槃，包括四除四间法，都是幻有的，都是不实的。如果把这个幻有的当成实有的，就不能圆融，这就叫法执，执着法。这个法身大士他登了地了之后，他证得了真空理了，他知道一切法都是空的，是法是空的。但是呢，他没到彻底，从二地到九地，他是渐渐知渐渐破，渐渐知渐渐破，而初地不知二地是，二地不知三地是，他就不能够知道上位的事情。这是就那个色心之法来分别的，就是法执来分别的。初地菩萨一直到这个齐地菩萨，他只能断自相，破这个色法的道理，色法的道理。心呢还不行，心必须得当八地到九地菩萨，他破你心法的执着。那么上回讲，以前讲过九相啊，这九相，那是业转现，九地菩萨也没达到，业转现三相没有达到，啊，齐地菩萨没达到，齐地菩萨初地到齐地，只能破到色法的执着，那八地菩萨。他破了心法执着的一份，他就因为他跟佛同等了，他也不度众生了，也不上修佛道了，因为他已经完全成就了跟佛无二别了。十方诸佛来劝导他，说还没有，必须还得度众生，还得再进修。这不是进一步才能碰到心法的执着。到那个自相相续相的时候，初地菩萨呢破相续相，只能碰到的分别法执。这个在这个讲教义呀，它是非常详细的。然而讲禅宗了，像那参禅的了，像明心见性成佛了，他不一直教理的，那还没有懂得这个意思，是必须你学过教义的，不论那四教学也好，五教学也好，都可以的。从初地到次地，只能破这个分别的法执，俱生的法执。跟那起心念动，念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执着相的，对，到那个心法的执着，这是破色法的执着。到八地，他知道了一切境界相啊，为心识所变的了，没有境界相，这才破的上三相。感到九地菩萨，他知道那一念不觉，那个卷相也是微心的了。但是咱们讲到生住意念那个生相啊，九地菩萨还没破，还没彻底，这是心法。这个把它总的说来，不这么去分别说，就叫法我执。法我执，所以在这个三续相来对着那个下棋那个
那个六相来说，就支相、相续相都叫初相，叶转线叫细相。跟他转向对他现象说，我叶相来对他转线来说，都叫对着叶相来说，就是刚升起那个一念不觉生三系那个叶相升起那个说，这个通通都叫分别初念相，不是系列啊，分别的初念相。细念相呢，到十地菩萨递进了方便满足一念相应顿觉，顿觉那什么呢，那个是佛佛相应觉，他这个心呐、啊，起的时候没个起的相，心无初相，是远离了微细的那个心念，得见心相，这个是得到的，就是究竟觉，心即常住。这九地跟十地菩萨啊，相差的就很大呀。在后头这几句话呀，讲这个是十地菩萨，叫十地菩萨跟等觉菩萨叫地进，地满心了。菩萨地界了，满足的方便，这个方便呢，方者就是说的法执法，便呢就是用，他再执着在六度万行的所理利益众生的法，满足了，行满了。入菩萨地进满足方面一念相应，一念，这一念呢，在教义上来讲是等解最后的心，把它喻比喻成了金刚的智慧，这叫最后的金刚智，以这个智慧才能破那个业转向的三相，最后的一相破业相，我也想物相是什么呢，这个业相是咱们所说的无明，生住意灭那个生相，说一念不觉生三系那个一念，跟这个一念相应了，绝了。咱不是讲是不觉，不觉有十觉吗？这十觉的智慧跟那个本觉的理，原来的本觉了一念不觉，那这到这个地位上，他一念的十觉智跟那本觉理的相应了，就叫一念相应。这一念相应啊，是指到这个地位了，十觉的字跟本觉的理相应了。咱们也是经常那说，初发心是成正觉，初发心就必须登了初住的菩萨，登了初住，初住的话叫发心住的菩萨，他能观真理了，观真如的理，从那时候开始，经过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到了这个现在这个位置上了，十地满心了，就是得见心性了，心即常住，这就叫究竟觉，这才叫圆满，跟他那个本觉力相合了，跟本觉理相合了，就是说觉的那个心起了念了，又观所观的相，这一观相，这起了念，这一念，一念就不着生三系，业相就是生相，念头，一念不觉心动，
心动就是那一念不绝，不绝就是生相。一动，动就起业了。我说坐着不动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一动，这只说心了，你心一动，心一动就叫不觉了，这叫业相，业相起业。那么这个觉就是觉悟了，觉悟了。那从开始说，从不觉，本觉的不觉，不觉而产生了十觉智，那个叫十觉智，一念十觉。所觉的那个呀，就叫业相的生相。这个呢，这个念呢，跟那个业相都是本空的，本觉也空的，所起的这个念还是空的。说心初起的时候，初起的时候无有初相，等他要一起辨别的利益关系了，或者一生的再去分别了，这叫无明不觉了。无明不觉了，这是妄动的初相，无明。这个很难得理解。过去在唐朝时候，一个宰相叫于朝恩，那么他有一次，国王接见一个老和尚，是国寺，国王封的国寺。完了，这个于是这次这个皇帝，召见这个国寺的时候，于朝恩在旁，他就向这个国寺请教。他说：“国寺啊，什么是无明啊？无明从何起？何者是无明？”国寺怎么答复他呢？说你个奴才都问佛法，丁妹直接答复他，骂他一句，说你个奴才还向我请问佛法。这于朝恩就火了，他说丞相啊，他说我就奴才嘛，只是皇帝老官的奴才，我不是你的奴才啊，我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，你叫我奴才，当时他就冒火了，发火翻恼了啊，国师就笑了。我跟你说，无名从此起，因为无名从何起，就从这儿起了的。何者是无名？此就是无名。好像这四句话通俗里边随便的话呀，但是这于朝恩就明白了，太悟了。大家想想不看吧，咱们都有无明，咱们这个烦恼可是粗的了，没有这么细的了。你想想你为什么烦恼，那么不高兴的时候，这烦恼又从外边境界向来的，又从你自己内心起的，这内无运。当你心里不烦恼的时候，不高兴的时候，而病痛的时候，反正外境的引你的心呐、起的不难时候，你可以静下来，这就用功夫的时候了。你坐下，你就想吧，哎呀，这在哪儿来的？烦恼从何起？什么是烦恼？何者是烦恼？你找吧，你要找，一观没有了。这可以，每个道友都可以试试看。当你不高兴了，你查查原因吧，从什么地方起的，追着他的根儿。我们可以借用刚才我说那话，烦恼从什么地方起的啊？什么是烦恼啊？
你查一查吧。一找啊，没有了，没有就悟了，烦恼没有了，还不就清净了？一会儿又来了，咱这烦恼不断的，有的是外头环境，色声香味引起，有的是内五蕴，受想行识来的，受想行识来的，你还不觉得呢？咱们说出的，不说气的。烦恼很不可思议啊，咱们都说这个讲这个深奥的佛理，烦恼也就是很深的佛理啊。想想这样想，咱们再简单说，你心里不高兴，或者心里很喜欢，你把这个在你最高兴的时候你静下来，千万别高兴，你想想什么出事你这么欢喜啊。当你不高兴的时候，你也坐下想想，无缘无故的为什么心里突然间就烦恼起来，不高兴了，找找是为什么不高兴，高兴从何起，不高兴又从何起。等你找，你要不追才可，一追全部没有。我们可以说吧，当你觉察的时候，你能觉察的心，觉察你这个烦恼，觉察你这个不高兴啊，然后因病引起的，你再找找病的根，因什么有病啊，病怎么来的呀，一个一个你这么追，这追踪，这都是妄想的动向，妄想动向，妄的就是不是真实的了，虚妄的了。为什么我们把虚妄的当成真的？这是追查的，我们所追查的，还是从人哪知开始啊？像在我们讲这个呀、啊，业相，这是细里头的细，这是极细的、极微细的相。所以远离微细念呢，你要远离的微细念，你必须得从远离的初相，初相你还没断，你怎么能达到微细呢？无欲境界你还没观破的时候，你这个能觉悟的心，能觉悟的心非常的初步，是你因为了信佛了，学了佛法了，就连这个极浅显的道理，你没学佛的，不是三宝弟子的话，没过佛门的话，你不知道，你连正果都不知道。咱们把那个十觉讲的从我们现在开始的觉，因为学佛法了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什么了呢？明白我过去的生死，过去的业，我们只能在业报时候明白，还不能明白祸。那个业报是你起祸才造成的呀，祸业苦嘛，你不起祸怎么会作业呀、啊、你不作业怎么会受苦啊？你在苦上想断，断不了的呀。那怎么断呢？在祸上断，断了祸了，业没有了，业没有苦就不受了。完了这么一步一步一步来，道道修的菩萨地尽了，方便满足了，一念相应了，这会儿在你找原因的时候找着了，心出起的是什么？咱们还观察不到啊！是菩萨他立多劫修行，达到这种实地满心的时候，满足方便，
布施啊、持戒啊、忍辱、禅定、智慧啊，所有前修行的方便，有那些个前头修行那些个积累的智慧、积累的断惑，他才能达到这一念相应啊。我们从这教义上来讲，我们才知道，我们懂得什么叫究竟觉。那我给他夹一个吧，像这个法身大寺的十地的，它是次第的，一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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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顿悟的？我来说是没有，我认为没有。啊，人家过去经论上都说呀，顿悟啊，顿是顿的见。不过他来的力，他智慧的力，咱举个例子说吧。你看那个庄丁书记那个，庄丁粘这个本子，最初这个本子是砸烂的一张纸夹在一块儿的，拿刀把它切成四边，那刀非常的锋利啊，这么一刮，切了切齐了，他得从第一张纸才切到第二张纸吧，不能跳过去吧。看着可是一刀切下来，一刀切了100张纸，有没有次第啊？这一刀切了，这好像没次第，其实隔一张纸也不响。哈，第一张纸切完了才能切掉第二种，第二种切完了才能切到第三种，这还是渐次的。不是那个渐次就太快了，啥就没有了。人的死亡，一切事都会用这个理解，没有顿的呀。顿即是剑，他顿的是顿那个剑呢，那个剑刺不能丢啊，能丢过一个吗？说我从二地就跳到五地去了，不可能，绝对办不到。说从凡夫地一下跳到圣人堆儿去了，有没有？有啊，咱们这个历史的，咱们那些主师，像六祖大师，大家都知道啊。顿悟啊，说他顿悟成佛，我是以教理说不可能。顿悟是顿悟的理啊，事上不可能。佛教导我们教授的方法是：理随顿悟，理上你能可以顿悟，事需渐除，事上非得一步一步走啊。咱看飞机在天空飞，是顿的吧？咱们要在这坐美国的大西洋去坐船的话，好几个月，看船开的速度如何。那飞机呢，十几个小时就过去了，它是不是要经过一地一地的飞过去啊？它能跳过去飞吗？顿者是把那些个箭的超越，它不能跳跃的。你看着没次第，实际都有次第。咱们看见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降生，完了一下夜读明星顿悟就成佛了。他是在斗率天降下来的，是等觉菩萨降到人间的。你只能加横功力，超越的速度，超越三昧，实际上并没有超越，它是过去积累的。好多人看见好多人，咱就拿好多人来比吧。有的他智慧很聪明很大，他一闻就会了，有的学十几年还不会，他也是从那十几年过来的呀。咱们只能够看到他现实，不能看到他所以走这个历程啊怎么来的，你不知道。看着是顿，实际上顿就是从剑来的，没有剑真有顿呢。像方便取巧，说走直路，你必须得走弯路，没有你直路走不成。要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修行啊，一步一步来的呀，不是你急躁冒进。现在我们很多道友找方便。要想学密宗，
即身成佛能办得到吗？我们只是看见释迦牟尼在印度即身成佛呀，生就成佛，说等九位菩萨啊都入世啊，看对哪一类根基说，对哪类根基说，就观察他过去的见走的横塘的时间了，他所以积累的他的智慧到今天这一点他就破了，这样一个问题了。你还是得念佛，要一生一心念，把你的功夫积累了，祸也消了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，你一个障难没消除，去不了的都入世。法身大士他这也经过多生累劫修来的了，他祸是一个一个破的了，所以我们经常的在教义上说有这种话了，有这种话说禅门一炷香，顿超直入，立正菩提，现实的境界讲是这样的，实实上他积累的已经积累一步一步一步的，不是一生的了，不是一生的。咱看那个人很聪明，一学就会，看那个人很笨，这个就是个人的过去的历史，过去的祸业。因为我们不能看着因缘，为什么佛要观机说法呢？就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学着佛法时候，就是学觉悟方法，学明白的方法时，他有时候这样说，是对这帮机说的；有时候佛说法又对那帮机说，又那样说。比如说佛初对五比丘说法的时候，那五比丘就证了果了，一说他们就开了悟了，只是五比丘。那佛在时候是不是凡是佛弟子都证了阿罗汉果了？也不是这样的，有的啊见佛闻法，闻法开悟，顿悟无生，他那个无生这是二乘的境界了，那无生他只能断到人哪知啊，发我之连边还不知道呢，知道还不知道。说佛所说的修多罗，是故修多罗说，要有众生能观无念者，才为向佛之故。说在大乘经典呢，修多罗凡契经啊，叫契合的意思，上契诸佛之理，下起众生之机，这个理跟机，机就是观机说法嘛，机是就是四，就是四，是四跟理必须得相合，大乘经教义里头是这样说的，要有众生能观无念力。向佛的智慧，在我向佛的智慧，不论男女老少，能以本觉的理，才生起了实觉的智慧，完了以这个智慧再观那个理，念佛也入世，修观也入世，参禅打坐就像咱们学习也入世，观想你本觉本来的那个本觉，本来面目是什么？禅宗就是禅这个话，禅这话头讲，兄弟，把你念头打死了，虚如发生活；打入念头死，虚如发生活。这是像那个无念处，一有念，达到无念，让你观，让你参。就是这个观参，就是你产生一念的正念，正念。
一面呢要有第二面呢不同了，这是一面。为什么咱拜佛的时候不能做什么时候前面加个一心呢？一心二心呢不行了，叫一心。这一心还是有心了，无有心达到无心，是吧？一念，这个念说正念啊，一念正念。念什么？向无念处去。这一念向无念的念，一念要达到无念，连这一念也没有了。要有第二念呢，有第二念达不到本心了，那也跟心源跟那本觉不相应了。说大乘经是这说的，要有众生能观的无念的，那才真正的向佛的智慧。向佛是只是一念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是达到把这一念也没有叫无念。如果你念佛能这样念的话呀，达到无念处成了。要是有第二念，就跟那本觉跟你的心源相反了，你有第二念就相反了。这一念的正念念到成佛的时候，成佛时候究竟就成就了，那一切的方便善巧了什么的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方便善巧是你不能达到一念，想一切办法，想一些方法来度你，来使你产生达到这一念。一念而后达到无念，无念是佛智慧，佛智慧是无念的。咱们这讲的本觉了，也就是本觉义了，也可说真如了，也可说义心法界了，也可说佛性了，都如是。说你是从实性开始，觉知前念起呢，只觉后念不起，再经过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经过三贤位子，再叫初第二地到实地，都是一念观无念，就是正观，用这个来照。这时候呢，先破灭，而后又消灭意，灭意破了，再破了住，最后是消灭生，这叫还原观。生住意灭叫升起观，升起一定要还原。不论哪部经，哪部论。说到究竟处都让你观无念，我在念呢，念即无念，人拜佛拜即无拜，好像我们这说话是圆融的，好像是听起来好像不合道理的，无念还念什么？那你必须有念才能达到无念呢，是吧？你从你这个开始的发心才能达到佛的智慧啊。但有时候这个智慧，这个智属于修行人的智，修行人的时候用观智观照的，观照什么呢？观照是我相，这个相是能相，相什么呢？相佛。第一说你能念这个，能观想这个观相，第二就属于佛。你观无念这个观是能相，无念达到佛的智慧，那就是所相。
对这个问题呀、现在咱这一部论讲，就你升起这个信心，不是你能修行得到，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，只是你能够信啊，用这个说法，用这个佛的教导是对的。咱最初讲体大相大用大嘛，无念就是那个体大，就是本体，向这个无念去做，向这本体去做，有种观想，用念啊，念即无念，用观想，观即无观，这属于方法了，这属于相跟用，体相用吗？懂得这个道理了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你明白了，不论他说好多一百卷一千卷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就是这样，大方广，这是体相用三大。为什么佛在《法华经》上受记品，给咱们都受记了，给咱们在位都受记了，未来一切只要受个三规的佛都受戒了。你本来就具足，佛不受戒你也是本觉嘛，人都具足本觉思。咱这讲的是无念，无念无助，无念无助就是你体大，向无念上去观想的就是用大，相大用大，体相用都在其中啊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没有愿力，你办不到。有了信了，有了愿力了，再加这个惯横，这才具足了修行的质量，成佛的质量。信愿行三者，这是一切修行人的必备的资粮。而智者大师最经常讲这个信愿行，印光老法师也是讲信愿行，华严经就是讲信愿行。你先得信呢，完了信了之后你才发愿呢，不信你发愿吗？发愿又去做呀，三个联合起来，质量具足了，这叫成佛有份了。我没这个呀，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办不到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三个必须得具足，你发愿生西方，你先得信你才发愿呢。信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现在正在说法呢，我升到那儿去闻法去求法去。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你想遇到一个善知识很难呐，很难呐。你到极乐世界去啊，那太容易了，你的莲池海会每一位都是善知识。你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当前这个时候，说我们现实的境界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虽然是这个时候还是末法的初级阶段，到了末法的终极阶段，到了末法的末法到了后期阶段，这个现在咱们所这些聚会说这个讲没得了，连这个假的声相都没得了，那才是真正末法，是吧？在这个世界求善知识，你赶快升到他方净佛国度去，到处都是善知识，这个世界求没得了，真正的没得了。不是再说了不起的怎么正果的那不说了，像我小时候学法的时候，像剃贤老法师、月霞老法师，到处到处都是获那些个大德。在那个时期，再往前，满清再往前，
到明末的时候，清初的时候，明末的时候，像娄一莲池，像莲池大师到北京拈花寺去参辩荣老和尚，人都是他地藏菩萨化身，他平常一句话都不说的，辩荣老和尚，你去问他参他，他就告诉你老实念佛吧，念地藏王菩萨，他的就像让地藏菩萨，因为他就是地藏菩萨化身，后来说他地藏菩萨化身，所以他圆寂时候现的圣德现象，说地藏菩萨化身。像这样的再小这样大的，像我那个时候，我出禅学的时候，当小和尚时候，虚云老和尚、弘一法师、持州老法师、印光老法师，是都在的这一代大德。现在你要再找这样的一个，有吗？你在这个地球上找去吧。说时候很容易啊，做起时候很难呐、其实我常跟我们道友讲，我说你把经本打开，你打开普门品，观菩萨就观自心菩萨就现前呐、你别把经这个情义看了嘛，那不是观音菩萨说的话吗？他说的话你照去做，你不是就对着观音菩萨负责了？观音菩萨就把你摄受了。你打开观音经，那观音菩萨，你打开普贤横品，普贤菩萨就在啊，那不是大善知识啊，哪儿找善知识啊？你打开一切经都是释迦牟尼不就在啊，你要把它隔离开，经是经啊，佛是佛，那就错了。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慎重心，你打开了哪一部经，哪部经这个你的本尊，所以普贤横品，普贤菩萨是你本尊，他就在前呢。你这种的惯想，这种惯例，像这个所说的到十地以上的菩萨，这个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了。让你信呢、不是你做不到啊，你也行不到啊。实际上你信呢、咱们是大乘起信呢、能达到你信的目的，你已经成就了。你听这部起信论呢，就是你最大的收获。因为这个信，你再回顾你所学的，无论观音、地藏、文殊、普贤，哪位菩萨教授，你学起来，你把它就因为它现在面前，你不要隔离开啊，你咋找善知识啊？在你面前的善知识都在了，所有一些法，法就是佛的化身，就是住菩萨的化身，不要胡思乱想，不要东求西求，求谁都不如求自己，懂得吗？求自己。我经常在讲这个苏东坡跟佛印禅师，他两个到庙里去散步去，一看见观音菩萨拿着个念珠，那个像啊，观音菩萨有时那个说观音像子拿个念珠，苏东坡就问佛印禅师说：“说观音菩萨拿念珠，他念谁呀？”佛印禅师说：“哎，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，说观音菩萨还念观世音菩萨。”说：“是啊，不然他说个念珠念谁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明白，你开始开始吧。”佛印禅师说：“你自己去参去吧，我开始什么？”那就继续再参观吧。参观一边参呢、这个时候苏东坡也参观不下去了，就心里想：观音菩萨拿念珠念观世音菩萨。然后他参观完了，出庙门了，他开悟了，他跟佛不用你说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。佛印禅师问：你明白啥了？求人不如求己。注重在这句话呀，求谁求善知识，就是释迦牟尼在你面前，你不信你不发愿你不行办不到，释迦牟尼佛不会替你成佛的，
不会替你消灾的，灾你自己消，你自己的做的业呀、啊、你起的祸呀、啊、你受的报啊，得你自己去消啊，谁能帮助你啊？求人不如求己啊，因为你自己具足本觉智啊。咱们讲这个就是求自己，把自己本觉发明出来，让他发现出来，把这迷惑都去掉，你不就成了吗？你还找谁去啊？先我说现在在这末法时找个像倒退100年的善知识，倒退50-60年善知识，都没有了。像我这样的250能算善知识？太远太远了。不过比你早学几天，那么佛菩萨加持了我，记忆力还很好的。那90岁了，我跟你讲这都是我过去随时看的小故事而已了。我没有这个资格呀。善知能善知一些诸法，诸佛的教法，最重要的还有善知机呀，就是人家闻法者呀，不对机呀，不对机呀。怎么不对机呢？我也不晓得你什么根性啊，要直接根性对机了，我一说好你就开悟了。那你前生修来的，你现在遇到佛法，对你的因缘该说什么法，对你因缘不该讲起去了。俺们要是不对机怎么办呢？就把佛所的教法拿来让你大家自己去找，今天讲起学论啊，明天讲金刚经啊，啊，再待一段时间讲地藏菩萨的赞叉善能，也不行，东讲西讲的都不对你的机啊，讲了老半天你也没开悟啊，你跟我听了好几个月或者听了好几年，把你耽误了。你本来是依着你所那个对你那个机，你以为一法完了一修行一发愿就成了，那不对机呀、啊、不对机就在那摸索吧。需要明理呀、啊、我讲的是道理。起心乱叫你对这个大乘相信，相信你的心起处，你能找着你心起处吗？在什么地方起的？像我刚才说的故事，无名从何起呀、啊？什么叫无名啊？无名有个相吗？有个样子吗？有这个名字吗？咱们任何事情，就怕你刨根问底儿，要刨根问底呀、啊，没有了，那就穿了，那才叫真正明白了。所以下文起行人讲啊，说你心起什么样子，没有出相可知啊。说个出相就是无念，无念还说什么？无念就没有说呀，说了就不是无念了。说禅宗说禅话头，话头是无言没说呀，你有说还叫话头吗？那就话尾巴了，一说出来就不是话头了。因这个缘故，一切众生就是不觉，就是不觉，不名为觉，就是不觉，不能说他觉。从本以来，念念相续，未曾离念呐。你不离念，所以这个叫无明，这叫无始无明。要能是无念了，你就知道你的心相生住异灭，不能达到这个。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觉悟了，究竟觉悟了，他证得了，证得了心源本觉无念。
那也就知道了，知道一切众生的他是生住异灭相，从无念而有念，是从有念来的呀。先说的无念了，又怎么知道有念呢？有念是无念等，有念跟无念是相等的。那是幻化的相，因为众生了，心里有了生住异灭了，说这幻化相就出来了，老眼昏花，眼睛还是一样的，它花了看不见了，就一眼睛是有毛病了。老眼昏花也不一样的，现在我眼睛还不花，我还看得见，但是老的跟老的也不一样哈。就说一切法都不一样的，这叫差异。法越差异多了，你走的岔路歧途越多，就是这样含义。对，要能够得之无念，你才知道。哎呀，等你证得无念了，才知道有念就是无念，生住异灭相啊，跟无念呢。平等平等，要翻过来说的。你知道你烦恼，咱们经常那说烦恼即菩提啊，不错呀，烦恼即菩提啊，你急得了吗？菩提是觉，烦恼是不觉，不觉就是觉，觉了才有不觉，撕掉一边，一切相对法，一切名词法，一切言说法，失掉这一边，那一边不成立了。相对的，那一边没有了，它对不起来了，对不起来了就都没有了。这个是要琢磨去。我说是琢磨呀，是土话，官话怎么说呢？要你去惯，惯就是思维修。所以在起心论中呢，马明菩萨说呀，实实在在的没有什么个失觉，也没什么不觉，也没什么这一切名词，没有，有的时候一时同有，空的时候全部空，他自己立不住。平等平等，同一觉悟，就是这样。佛是本觉，随眼分别生二种相，未比本觉不相舍离。眼睛是不觉了，眼不觉。我们要想把不觉再回到本觉，把这眼法翻过来就是净法了。我们把不觉把它翻过来，不觉是哪来的？是本觉来的，再回归原处，不觉即是本觉。那么生二种相，与别本觉不相舍离，生与无生这两种，生本来没有，是无中生有。本来具会有智慧德相，让眼物所迷了。你破迷了，翻眼了，成净了。翻眼成净了，眼没有了，那净也没有了。因为本觉随着不觉而升起眼悟住法，一个一个本觉，一个不觉，这个不觉是依着本觉，它两个不相离开的，像咱这个手背跟手心就是一只手嘛，翻过来叫过去还是一手。那本觉就是那个体，有大方广的大，生出来志向就向大
啊，所以一切的业相，业相是不思议的，不是业相，就是用大，叫体相用三大，有大翻广，三个是不相离的，用不能离开相，相也不能离开体，三为一体的。为什么随眼分别了二种相，一个镜一个眼，你本觉不相离，眼即是镜，镜即是眼，一样而起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就讲知相了，知镜相，不思议业相，这以后讲二种熏习了，最重要的是二种熏习。什么叫静自静相呢？依着法力的熏习入实修行，满足方便。破和合是实相，灭心相续相，显现法身叫至存静相。这两句讲不完了，下回再讲。以后啊，到后头讲熏习，讲熏习那才真正的我们该学习的二种熏习，眼熏镜，镜就变眼了，镜熏眼呢，眼就变镜了，咱们是在眼当眼的眼法当中，现在我们用镜法来熏它。我们诸位本来有气味，我们到处点上香，我们这些檀香把那香点上，然后把那个秀气驱出去了，就变了香气了，这种含义。我身上本来是不清净的，这个不清净是由于眼法，我们现在用这个佛的教授学习，学完了要去做来熏习它，它就变了清净了，那很快就卸脱了，如那个智慧来照你那个烦恼，烦恼就破了，像我们刚才说的，你找找烦恼，一找就没有，不找不找它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发展。大家好好学习吧，祝大家吉祥。